就有寄这个新的染膏给我。然后我本来想说在月子中心里面开箱，因为刚好上个星期我的小孩在5月30号生出来了，然后想要赶快找时间来试试看这次日本全新系列染膏。我有点你再慢慢看吧。咱们一棒来一起帮忙开箱。现在外面正下着狂风暴雨，趁现在有空赶快客人坐稳来拍个开箱文。我现在是今天的主持人，你看我今天很专业，我还有麦克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以望。徐志铎现在是一个新的染膏的系列来给我们测试，这蛮屌的，全台湾只有100份哎，我们算蛮 lucky 的，因为你是人家专业的染发讲师，所以一定要叫你来。我们现在开箱看看这张怎么样。哇，这个是看起来不错哦，而且新的系列好像说的是全部都是以灰色调基底的。但我知道他是说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全新的科技。你知道他这个新的科技是什么吗？有，我知道，我有稍微了解一下。我来采访你，我当摄影师。主要是我有稍微就是认真的研究一下啦。那他的这个新的系列的话，它是以灰色调为基底，所以会更容易染出雾感的效果，灰雾感的效果。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，它现在有出一个透明色。是完全没有碱剂在里面的，所以它可以大幅度的，就是针对我们比较受损头发上色，可以降碱。它现在全新的科技，就是说它是新升级的，是就是在每一次的烫染的时候，等于是直接把护发的东西直接注入到我们的染膏里面。对，没错，是透明的、纯净的感觉。推来闻一下看。这样闻得到吗？有啊，没味道。塞进去口罩里面看看。哎呦，我怎么这么牺牲？感觉怎么样？没味道哎。你有没有讨家人呢？对啊，没味道。对，但是它这个味道真的完全没有像它以往的那种，就是阿摩尼亚的味道。对，再开一条。你想要什么颜色？我最近需要的应该是智慧。这白色的包装看起来蛮不错的，等一下是什么味道？就是一样有它那个淡淡的一个香味，然后它那种刺鼻的味道大幅度的减低很多很多，因为我是比较容易鼻子过敏的人，所以这个味道这样子是非常舒适的。你要试吃一口看看吗？不要啦。好了，最近现在这个时机进医院不太好，小命还是留着。对，好啊，那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再麻烦你帮忙一起协助测试哦。好嘞，期待。好，大家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